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天就和大家做这个流心芝士吉列猪扒，原来在韩国那边已经很红了，我们即刻开始啦。炸到金黄色，我即刻试下咩味啦！猪扒炸到脆卜卜，好香口啊！而且仲做到流心芝士嘅效果，唔使点沙律酱已经好好味。大家下次不妨试下整啦！Yoo-hoo！